这兵马司的人怎么进了大牢了？啊！他出什么事了？这兵马司的人说是您让抓的呀！笑话！我抓他干什么？没事干了我？这就奇了，那是谁让抓的？您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老佛爷查下来了！哎，别惊动老佛爷呀！说不定人早就放了。您怎么知道的？ 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瞎猜。哎呦，真乱！见不着马啸天，我的心里不踏实，我还得去。哎，您留步。哎，您见老佛爷啊，回禀一声，六格格最近身上不大舒服，哎，明儿不能陪他听戏了。啊？那可得瞧瞧。要不我请老佛爷派个御医过来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他这个病啊，养两天就……谁说我有病啊？王爷，你这。 你不好好在屋里躺着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福公公，明儿我一准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听谁的呀？他有病！快快回屋里躺着。我没病。您告诉老佛爷，就说王爷不准我进宫陪他听戏，托我有病告他个欺君之罪。胡说什么你？你有欺君之罪？你爷俩这是闹什么呀？王爷您看，你这……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 这老佛爷听个戏，怎么乱成这样了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姑奶奶，明儿见了老佛爷，真不能胡说八道。你也有怕的时候啊？师哥是回来了吗？哎呦，真回来了。师哥没受委屈吧？ 没有，没事儿。这为什么抓？为什么放？整个一个稀里糊涂。昨天一到了兵马司，他们连夜就把我弄到死囚牢里了。这么说，这被子甭想出来了。废话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看出来了，这是老佛爷要听你的戏，不得不放。别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。这要是六格格的事儿啊，一定是德王爷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都可……哟，马老板，福公公吉祥。你们跟我斗什么搜根呐？这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？福公刚刚进门，刚刚进门啊！您听我跟您说啊，哎，不听不听不听！你们这点烂事儿，我是一句也不想听了。我都快乱晕乎了。明儿个，我知道，明儿是我的双出。 演得真好啊！这个马啸天，多大戏也这么出彩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疼的好。您上回不是说要给他指亲吗？怎么不提这事儿了？你还记得？那得好好给他选一个。我听说啊，有位王府的格格看上他了。是吗？ 格格说了，非马啸天不嫁。迷成这样也不怕人笑话，没这个规矩呀。真的，他还说呢，想求老佛爷给指婚，就没人敢笑话了。他还说啊，老佛爷才不管什么规矩呢。这是谁家的格格？ 哎呀，您别问了，您给指婚不就完了吗？混账！王府家的千金小姐，要嫁个戏子。哎，老佛爷，您别生气呀。谁说我不讲规矩？告诉我是谁。
我扒了他的皮，你没有谁，我是说着玩的。哎，老佛爷，您呐，高高兴兴的听会儿戏，生奶奶的气呀。你没听他刚才说些什么？哎，那六哥哥是跟您闹着玩呢，是吧，六哥哥？对对对，我本来想说个笑话哄老佛爷乐乐，您真生气了？去去去，离我远点，把我的兴致都弄没了。 马啸天的《铁笼山》，这出戏您可还没听过呢。嗯，挺会排戏码的。一出短打，一出长靠，看看他的大坝观星怎么样？嗯，好。六格格，哎，哪儿去了？老佛爷，我在这儿呢。坐下吧。 回过味儿来了，老实告诉我，是你想嫁给马啸天吧？老佛爷，看您说的，您想哪儿去了？羞死人了！我说呢，什么时候也别忘了自个儿的身份。我知道。 嗯，要说这个马啸天，还就是招人疼，可惜了的，是个戏。 马啸天呢？走了？走了？去哪儿了？散了戏就走了？师哥，你帮我瞄瞄。他不等谢恩了？等不了，在大狱里着了凉，闹肚子，拉起来没准谱。什么？他进了大牢了？您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那您回家问王爷吧，兴许他知道。 对不住，我该上场了啊！谁拿我学的了？这事儿行。怎么样？老佛爷给你指婚了？就是指婚了。哼，李大总管都跟我说了，小心办你个假传圣旨罪。你这回称心了？老佛爷都发了火了，你还不死心呐？ 你抓了马啸天，我想抓就抓。你想把他怎么样？让你断了念想，从此不再来往，大家都相安无事。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你不知道吗？只要你和他一刀两断，啊，我自有办法。我绝不听你摆布。大清的律条不是你可以由着性子胡来的。 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心疼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替你的将来想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听阿玛的话，啊？难道父女之情还不如一个戏子吗？哎，别生气了，好好洗洗，嗯？哎，今儿九月九，晚上咱们上局喝酒，一块吃饭。 啊，老佛爷都发了话了，总得有个了结，嗯。
不许再别气了，啊！委屈生气不是冲着老佛爷没指婚，冲的是马啸天儿，这个没良心的，你就没想到这是个难得的见面机会，着急忙火的先跑了，什么拉肚子，分明是有意躲了。可这能赖他吗？死秋老是闹着玩的吗？刘格格哎，真是走投无路喽。啥？马啸天？行吗？既然是王爷的指令，那就没有什么行不行的。不过那就拜托了。可是他犯了什么罪？死罪，他罪该万死。可老佛爷喜欢他，万一……没什么万一。人不知鬼不觉，死了，老佛爷又能怎么样？他怎么得罪王爷了？主子怎么吩咐你就怎么做，有你问的吗？王爷说的是。你说过要尽心尽力办事，此事办完，我提升你做副统领。可马啸天是条汉子，我怕下不了手。知道了这件事，就不能留下你这个活口。王爷，你自裁吧。王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既然是得罪了王爷，那就一定是死罪。我是说，我想知道实情，这样我才能下得了手。王爷明鉴。就是不能说呀。以后总会告诉你的。一定，我想好了，就是你。什么？就是我。去吧，要干得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。德王府不背这个黑锅，懂吗？懂。他叫你来的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啰嗦什么呀你？说实话，你的功夫不错，何必这样？快下手！咱们两个无冤无仇的，我下不去手，你走吧，快走。马啸天，离开京城，越快越好。
谢了，谢谢师傅这么多年养育之恩，教我成才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迫不得已。 今后一定报答师傅。起来吧，走吧。你从小没爹没妈，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儿。往后啊，多思多想，多长个心眼儿，就凭你自己闯了。记住了，师傅。还有，别喝酒。 少贪杯，喝醉了误事儿。放心吧，打今儿起戒酒了。 整天都在班里，实在没法下手。不是不忍下手吧？当然不是。我打听过了，他每天早晨都要去小熟人练功，要不我改名。不用了，他已经不在京城了。他不在了？上哪儿了？跑了。同庆班在升平署挂了号，他去了天津。 天津，那怎么办？此人不除，王府永无宁日。你多带几个人赶赴天津，此人绝不可留。是。啊，你办完这事之后，我确实有件大事要你办。我能问问是什么大事吗？现在不能说。 等你回来，我给你接风。不敢，我收拾收拾就带人过去。好，你也要小心。我选好了几个人跟你去。 想好了没有？不用想。你的肚子都显出来了。你得嫁人，懂不懂？我没说不嫁呀。还是马啸天。知道海文。我把你关在王府里一辈子，休想再见马啸天。那我就把孩子生在王府里。 叫你画，画，你起来！叫你画，叫你画，叫你画，画画画画，你画，画这害死人的马！他要是进了大牢呢？那我就等他出来。 他要是死了呢？您下得去手吗？您就不为自己的女儿想一想吗？我早说过，正是替你想，我才这么做。两条路：嫁人，把孩子生下来，大家都相安无事；另一条路，我也不希望这样。不但孩子保不住。 就连马啸天的性命也难保。
朋友，朋友，请坐，请坐，请。请问二位啊，李春来，张一德，朋友从哪路来？北京，在下马啸天，来给您添麻烦。哎，客气了，上茶，备饭。慢着，我不是来告帮的。这么说，是来会友的？正是会友，特意来领教领教。冒昧了，请，请，请。请领教了。请。领教了，客厅请。承让了。冒昧请问，您就是那位红遍京城的大武生马啸天吗？不敢，唱戏的马啸天给您添麻烦了。怎么会？说来惭愧，惹了祸逃出来的。没事，官面上一般不敢惹镖局。咱们会友的后台是李中堂。马兄的武艺非比寻常啊，您是？小的时候跟梅花山人走过镖。哎呀，失敬失敬，留下了，留下。嗯，别客气。如今市面乱，正好一路镖，60个轿，3辆车，找不着合适的保镖师傅，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哪一路呢？起汉，去上海。对劲儿，饿虎拦路啊！看看是哪路的神仙，都拿出刀来，看好镖车，不许离开。何物？何物？何物？师弟，当心后头！干错了，苏龙胜，这你不够朋友，对不住了，这啊！龙少，你明明可以躲过这刀啊！快走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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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两个！快把他送到城里面去医治！啊！哎呦！把药敷上，然后扎好。一路小心。不
两位师傅，请回去吧，放心的走，到了兄弟们的地盘了。那我们先返程了。啊，不急，上海玩两天。不了，这阵子活太忙。那好，兄弟我就不挽留你们了。啊，请请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，来来，师兄啊，我有个难开口的事儿想跟你说说。想玩两天，别客气，你玩两天回去。不是不是，按说兄弟们对我不错，我应该留在镖局里效力，可我毕竟是戏台上的人，难得到了上海，这可是我学习唱戏的好地方。不想回去了。是这样啊，回不回去倒无所谓，局里一向来去自由。哎，可惜了，师弟人好武艺好，真的舍不得呀。我是一个戏大如天的人，再怎么遭难也忘不了唱戏。行，那你就留下吧。我找金班主。哦，在那儿啊。谢了。我找金班主。嗯，我就是。什么事？想搭个班唱戏混口饭吃。哪来的？天津。我倒是缺人，会什么？嗨，武行呗，什么都能来两下。嗯，好，这两个啤酒炫子我看看。走。哎，菜，还行啊。叫什么？贾不天儿。贾不天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行，留下吧。谢了您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缺什么补什么，别吃毛，别炸刺，这上海滩可不是那么好混的呀。哎。后台呢有个库房，你住那里吧。这是谁呀？哟，大小姐，怎么没见过啊？新来一个武行。这是我们丹桂茶园东家柳老板的侄女柳淑萍大小姐。大小姐吉祥。你倒没说老佛爷吉祥。老佛爷？见过老佛爷吗？没有。叫什么呀？他的名字真逗，叫贾不天。贾不天。对。从哪儿来啊？从北边。北边太大了。黑龙江呢还是察哈尔啊？不是，保定。哎，刚才你跟我说是天津的。哦，天津。搭哪个班啊？嗨，一个武行上下手，到处乱串呗。假不挑，你是一句实话都没有啊？你怎么不说实话？冰崩人啊！不，句句实话。在我们这儿唱戏，可得守规矩，少上街，少乱串，少喝酒，少惹祸。喝酒？我戒酒了，穷的就剩下一张嘴了吧？金老板，给他先发一月的包银，按二路给。哎，他龙套还。别显得咱们上海人太小家子气，
去领吧。贾不天，你走什么运了？啊，我们大小姐那么器重你。哼，我也闹不清到底怎么回事。日思夜想的马啸天儿，你怎么送上门来了？这上帝是怎么安排的？人间的事是不是就这么别扭？你越想就越不给你，你都心灰意冷，咬着牙的不想了。嘿，他自己来了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柳淑萍啊，接住了，抱好了，千万别撒手。再错过了机会，你打着灯笼都没地儿找去路。高老板，今天呢，您全本的司空展。知道了。金头，这金头，这小点还这坎儿。哎呀，你找衣箱啊？找了没有啊？这怎么穿的呢？哎，这是谁呀？瞧着眼生啊！一个龙套，你瞎跳什么呀？龙套也不能瞎凑合，不是？哎，别说了，这是新来的底包，贾不天还什么都不懂呢。瞧这个儿，大洋马似的，这搁到龙套里也不像样啊。哎，武行缺人，他能翻能扑就行了嘛。那你也不能瞎招啊，招个七长八短的，混吃闷睡的傻老二干什么呀？你钱多了烧的呀？嗨嗨嗨嗨，谁傻老二啊？哟，我爱听了。你会什么呀？啊，我会的多了。说话还挺狂，嘴上说没用，台上才见真功夫。行，台上见。只恐摘提难抛。抛。马谡失手加一停，在一塔得令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这干嘛呀你？高老板，高老板，你说话呀！啊，说话呀！如何？如何？哦哦哦哦哦！果然把家一挺失手了，先帝在世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搞什么搞啊？没什么呀，高老板要看我真功夫啊！胡闹！探子上场了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林队，放之所以，啊！翻跟头，想得出来呀！哇，不错！你简直是开脚！没见过他啊，新来的。瞧着眼熟是不是？没见过，我这活用的不是这个。这贾不天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真给你急眼了。没办法，
听戏的喜欢，您听着好，得又来了。哎呀，这司马懿大兵离西城不远，再一探，快快下去，不要胡闹了。得令。哎，春药了吧？快下去吧你！把胡子戴上！快下去吧你！气死我爷！还有那个砸三下。贾不天，有你这么使活的吗？台上见的事儿，咱私下没练过。你不是要看我台上会什么吗？我给你弄两下看看呗。那你得看什么戏？就你一个破探子，你撒什么花啊你？哼！我这两下还行吧？我看你呀，是存心开脚。撒手！哎，撒手！还脚不脚了？疼！我拧死你！你不撒手，我跟你急啊！你还敢不敢了？撒手！哎，什么你？哎，怎么了这是啊？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？刘老板，这事儿没完，明儿这戏啊，我不唱了。贾不天，你敢搅高老板的戏啊？贾不天，快见过刘老板。哎，刘老板。我唱我的，他唱他的，我碍他什么事儿了？刘老板，听见没有？他还有理了。本来嘛，听戏的喜欢就能卖座，柳老板就能赚钱。您说是不是，柳老板？呸！听戏的是冲着我来的，你一个破龙套，逞什么能啊？哎，你别这来。得，别吵了，别吵了啊！真是的，不成，不处置他，明儿的戏我不唱了。哎，高老板，别耍小孩脾气嘛！我处置他。贾不天，是你不对啊！走，跟我来，少在这儿跟我犯浑啊！我告诉你，丹桂靠的是高老亭上座赚钱。我说你算老几呀你啊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告诉你。下回再搅局，我把你扔到黄浦江里去！干嘛呀你？不就那么点破事儿吗？至于吗？这叫破事儿吗？这明明是……得了啊，骂两句就行了啊，还没完了你！走上我那儿去。来吧，进来。哎，进来啊！差点绊我一跟头。哟，三国、水浒、大西厢，你这儿的书可真不少啊！您这成说书的了啊？你喜欢听书啊？哟，太喜欢了！哎，给，谢谢。那可是门学问，长见识，长学问，没听说吗？唱戏的多听书，上了台，长功夫。真是偷了不少东西啊！有这么悬吗？反正我是受益匪浅呢。哎，您看看，我这儿有一个条。什么条啊？您看看，那个茶馆里不知道谁给我留的，我逮谁都打听，没人知道，还是一上海人。您帮我打听打听。行啊。走不出那几个说书的地方，哎，来坐。哎，马小天儿。啊？叫谁的？我叫贾不天儿，贾不天儿啊。行了啊，别装了，
捅了娄子逃出来了吧？哟，哼，您全知道了？别您您的啊，就你那点事儿，大江南北的全传遍了，谁让你是个名人？哎呦，大小姐，您嘴下留德，千万呢别跟别人说我是谁。一提马啸天，没一个班敢用我。您给我留口饭吃。我用，我不怕。不是，官面不是还追着我呢吗？你就是把天捅破了，我都在下边给你接着。哟，您真让我受宠若惊啊！哎，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进的大牢啊？说不清。说不清？你自个儿的事儿都说不清？那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隐情啊？我真说不清，也没法说，要不然怎么能跑这么老远来躲着呢？这上海啊，天高皇帝远，你不用怕。不过就是你老跟这儿打下手，多委屈啊。哎，没事儿，先看看，摸摸上海的路数。其实这高老亭吧，还真有两下，只是跟北京的唱法不一样。哎，我说马，假不天儿，假不天儿。你在上海有事儿啊，可以找我。这地儿吧，特别气声，特别是北京人。你呀，孝信伺候，得令恩。哎，你吃橘子吧。这说出来，啪一拍，那个神。小天的药袋子，他死在保镖的路上。我有了四个月的身孕，你该知道吧？奇耻大辱！这可不是你一个人死，还有你妈，你侄女。能遇见你啊，我三生有幸。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千里姻缘。